就是现在我们俩就是因为这件事情要开始产生一些分歧，是吗？是吗？你有你跟他们相处的方式，我有我跟他们相处的方式，可以吗？ Of course。我记忆我没有去。我没有再讲了 ，It's okay。控制你怎么去跟他们说话，对吗？说起王泽文和吴永恩，相信大家都不陌生。两人通过一档恋综结识，在节目录制结束后，两人高调官宣恋情，收获许多网友祝福。如今两人再次合体，亮相新综艺《木叶家族》，许多人都很好奇，两人相恋一年多，相处会是怎么样的？在节目中，两人离开喧闹的城市，面临化繁为简的生活方式。王泽文和吴永恩因为意见不合，在入住小屋的第二天就发生吵架冷战了，原因是在两人忙活完一天，王子文想吃的好点，就提议做一道洋葱炒肉，可吴永恩认为菜够吃了，加上肉解冻麻烦，希望王子文能将就吃。王子文听后不开心了，直接拆麦回房间，气氛瞬间凝固。好在两人来得快，去得也快，一下子就和好了。但让人没想到的是，和谐的氛围没维持多久，两人又因为水吵架了。在王子文发牢骚时，吴永恩显得有点不耐烦，一句我没有再讲了，希望王子文能停止争吵。王子文听后无奈笑了一声，然后回怼一句我没有控制你怎么去跟他们说话，对吗？一句话暴露两人真实感情。看着王子文从期待男友的反应，秒变失落难过的模样，简直太心酸。对此你有什么看法？欢迎评论留言。